在刚刚结束的国际人类蛋白质组世界大会上，由暨南大学张工教授、王通教授领衔的广东科学家团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。他们凭借自主研发的翻译组测序技术啊，首次发现了数千个人体的新蛋白，这可能成为人类攻克癌症等疑难疾病的重要突破口。众所周知，人体所有的细胞、器官、组织等都主要是蛋白质构成的，所有疾病症状也都是蛋白质造成的。然而，由于前人的经验主义和受到检测条件的限制，一直以来在人的基因组里面，只有2%被标注为蛋白质编码基因，剩下的98%被认为是不可能编码蛋白质的，是一些垃圾类非编码基因。但是我们发现，在这剩余的98%里面，存在着数千个隐藏的人类蛋白质，也就是说，有数千个蛋白质，实际上是人类从未想过它是实际上是存在的。而这次我们采用了新技术、新方法，发现了大约有5000个可能存在的新蛋白，并且直接找到了几百个新蛋白的蛋白质证据。而更大的惊喜是，张教授团队最初发现的新蛋白恰恰是来自肺癌细胞。这些新蛋白在癌细胞里面和在正常细胞里面有非常大的不同，因此呢，我们非常怀疑这些新蛋白与人类的疾病，尤其是癌症，是密切相关的。对这些新的蛋白质的分子的研究呢，有可能都是一些带有功能性的一些分子，它们可能成为我们在肿瘤啊各种疾病的一些新的药物靶点，或者是疾病的诊断的标志物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起码为科学界增加了3000-4000个新的研究对象，这是一个宝库来的。